Hello， 先生。Hello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哇，你躺在路中间很危险呢。你住哪里啊？我们派出所啦，警察。你住哪里？啊？你叫什么名字 ？Hello， 有没有比较清醒？有哈。我们查一下就好，需不需要送你回家？不用啊，你住哪里啊？要不要叫人家载你回去？不用啊，那证件借我查一下就好了。来，你有没有带证件？好，你小心你刚躺路中间很危险你是要走路回家是不是？没有，你给我钱干嘛啦？我要证件啊。你给我钱干嘛？证件啊？这不是证件，这钱啊。证件啊？你收好啦，身份证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呢？那个是千元钞，你拿千元钞给我干嘛？